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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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我2008年入行的时候，然后不知道在这个圈子能够待多久，更不敢去想象有一天能够拿到专业奖项。后来就觉得做人不应该这样，应该有一点梦想嘛，万一就真的实现了呢？谢谢评审给我的这个鼓励和肯定，让这个万一变成了现实。其实对于我们演员来讲，我们在幕前的发光发热，是每一位幕后英雄用他们的汗水还有智慧造就的。谢谢自在四方二的所有幕后英雄们，总监阿波、纷飞、故事人洪熙，还有各位导演、APPA 摄影组的同事以及每一位工作人员。谢谢公司在过去的一年给了我很多的机会，谢谢我的经理人，还有我的家人。最后就是，我会继续加油的。恭喜张震环，谢谢黄少奇、谢成军为我们颁奖。接下来，香港影星。